卷十八，欲至后续。镇少年时喜悦内敛，唯慕有位佛事于诸公案，宗以解路推求，心清禅宗，为如来正教，不应如是。圣祖敕封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张家呼土克图喇嘛，乃真在来人，十大善之事也，梵行精纯，圆通无碍，西藏蒙古中外诸土之所皈依，僧俗万众之所亲仰，翻笔清闲，时皆察化者十余载，得其善权方便，因之就近此事，人成春正月，延僧作期，二十、二十一，随悉同坐两日，共五支香，即动达本来，方知为此一事实之理。然自知未造就近，而嘉陵因乃踊跃赞叹，遂为四彻原为梦动称许。叩问张家，乃曰：若王所见，如针破纸窗，从细窥天，虽云见天，然天体广大，真细中之见，可谓遍见乎？佛法无边，当免进步。正闻思语，身洽正义。二月中，复节至于吉云堂，着力参求。十四日晚，经行刺，出得一身透汗，统抵当下脱落，使之时有众官之礼，乃复问镇张家。张家国师云：王今见处，虽近一步，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。然天体无尽，究未悉见，法体无量，当更加勇猛精进。云云，正将张家事语问之嘉陵因，则茫然不解其意，但知无语，此不过喇嘛教诲徒功夫之论，更有何事？而正必信张家之垂示，而不然信因之妄可。人情提思，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，赴堂中静坐，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，方达三生四智合一之理，悟我亦如本空之道，庆快平生。一张家所礼谢，国师妄讲，即曰：王得大自在矣。正静问更有事也无？国师乃笑斩手云：更有何事耶？复用手从外向生挥云：不过尚有嫩模之理，然亦是耳。此正平生参究因缘，张家呼土克图国师喇嘛，实为正正明恩师也。其他禅旅辈，不过曾在正藩邸往来，人称癸巳间坐七时，曾遇会耳。嘉陵信因之得见正也，乃正出欲随喜节期，因柏林方丈年老，问及都中堂头，千余只有千佛音禅师，乃命召至，即见。
问难甚久。其计两位能令朕发意移情，破窘劫区。但云王爷解路过于大会港，凭那时无计奈何矣。朕笑云：汝等只管打七，余且再傍随喜。尔时醒发姻缘，四句数如左。若未信因莫用神力，能令朕五知相了明此事。何得奔波一生，开堂数处，而不能得一人？望父实数庸徒耶？向后信因为劝朕言辩五家宗旨，朕问五家宗旨如何言辩，因语宗旨须呆口传，朕亦是何言于口传耳受，岂是拈花别传之旨？堂堂丈夫，岂肯识人替唾？从资弃志与路不复再懒者二十年，此府中宫中人人之所敬之者，夫五家宗旨，同是曹溪一位，不过全一更换面目皆人，究之皆是无意未语，所为毒药提壶，搅成一气，黄金瓦砾，融作一团，用处无差，拈来有准，并皆一代之宗师，百世之魔楷，奈拥留不了自心，累他徒污有分，鼓动实情，恒生法执，六家穿凿。